机器人应该像条必备的高马尾啊。首先所有的头发就要撸起来，扎一个高高的高马尾。马尾扎好之后，继续这样给它拉一拉，一缕一缕，少量多次这样拉，拉到你满意的蓬松度为止。把后面的马尾给它分成两半，就这个位置绑一个皮筋，然后中间给分开了一个内套。这边是相同的手法，然后把一个撸的另一个交叉出来，然后再交叉一下，再给它拉过来，同样的方法一直缠，然后这样转一圈把这个拉出来，然后把下面的再转一圈把上面的给拉过去，直接给它固定。